我是太阳，今天呢是索维的生日，我们先祝魔术师小朋友生日快乐呀。众所周知，每个角色日的任务全都完成之后，邮件里都会收到一封信，而这次魔术师的信件里又会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？之前在他的推演结论里，我们了解到他从小就喜欢魔术，还成了白胡子魔术师的徒弟，也很快的成为了他的助手。只是好景不长，慢慢的他发现自己的师傅只是一个假装成魔术师的演员，一味的登台表演只是为了赚钱而已，所以他不想继续作为师傅的陪衬。虽然在推理中说的很隐晦，可事实还是因为他的失误导致了大魔术师约翰，也就是他的师傅，在表演的时候发生了意外。这个他到底是故意的还是过失呢？在他今天这封信里很有可能就会有答案。根据自己的描述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事发的那天晚上，一个男孩闯进了后台，他的出现如同一个契机，点燃了瑟维心里的愤懑，所以他并没有完成自己该做的工作，最终也导致了老师的悲剧。如果事实真像这封信里说的一样，瑟维只能算是过失了。可是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，这封信是瑟维写给德罗斯男爵的回信，而且在推演六的结论里说的是瑟维在整理魔术道具，还特意提到了锁链和铁丝，在推演八逃脱魔术里也提到了只要那把锁没出什么问题，这个又像他在锁上面做了什么手脚。然而事实究竟什么样，宝宝们觉得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相信吗？喜欢评论点个赞吧，反正我爱你。